得才是人生的常态。你们俩是现在真的是在一起吗？告诉大家可以吗？现在先保密。陈晓也曾在多次采访中表达对赵脸的喜欢。颖，他属于是我的，还蛮有感觉的类型。确实对丽颖会有一些。你不要这样看着我，干嘛害羞？甚至在节目中不顾流言蜚语，专门为他剥虾，已经融掉了。它是冰镇的虾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里面肉很热了。他俩的神奇记忆，没有一个人能释怀。和杨子喊说你都没有和我说再见，我该回头了。倾尽全力奔向你，并肩又分离。他们在人生鼎沸中失去彼此，也于人生鼎沸中做了最盛大的告别。刘烨、谢娜相恋六年，在事业上升期的他当众官宣，还会为谢娜准备专属惊喜。感谢我的父母和我的女朋友 PD， 谢谢他们。我相信小屁孩应该会继续留在这儿，祝福小屁孩能够成功，只要你快乐，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。送一个小东西给你，一定会喜欢的。二一，但最终也没能走到最后。看他们分手的状态，也能说彼此深爱过。就是最好就不再见。零六年是我最不好的一年，那种恨不得就是找那个找个胡子跳下去那种。大概一个多月，就是把窗帘拉上，我自己在一个小屋子里，没跟父母，窗帘一拉，手机一关。不想结婚了，不想再找女朋友了。曾经的你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你喜欢他。给你美了。大一点，放出还是欠他一场婚礼。父母有没有见过妮妮？见过，都挺喜欢的。那你拍等什么呀？你别耽误我们妮妮啊！我不怕没的。张天爱、徐开诚的结局虽然不是很好，但回看当初两人是那么的甜蜜。徐开诚你好。张天爱你好。我特别喜欢你的睫毛。我特别喜欢你的眼睛。小爱笑的时候眼睛特别弯。他再也遇不到满眼都是他的女孩了。我没有要求，我觉得喜欢上了就喜欢就行了。最让人遗憾的感情就是你结婚时我单身，当我恢复单身后，你却成为了别人的老公。也很浪漫，因为我们以前是真爱。Yes。 你愿意把被女生草坪又那边抢过来吗？她永远是他的公主，她也一直是他的骑士。你是不是哭了？对不起。